现在最后来看到自由车盛世荷兰阿姆斯特丹黄金大赛在21号登场，比赛路段经过淳朴的荷兰乡间小道，招牌的荷兰风车也成了绝佳的背景。新闻最后也带您到现场一同来参与，也感谢姐姐的收看，我是贺廷欢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